所以说有的时候你是可能入选过国家队，或者是踢过这种更高层级的比赛。哇，这个球！现在柯震廷再度的兵临城下，在这个禁区内铲球，可能要给一个十二码罚球了。对，这个球就是柯震廷要的。拿球之后被对方从背后的这个铲球，背号七号清华大学的柯震廷在禁区内倒地。我们看，再来看慢动作，速度非常的快，赶回来啊，这是很明显的。赶回来回防的小玲珑啊，哇！这球顺利的踢进了十二码。对不起，刚才踢的是刘子维。我因为这个球真的，这个界外球也来不及发进来了。比赛结束，109学年度的大专足球联赛啊，在男生组第二级的这一场冠军战，清华大学最终就是以2-0击败了中原大学，拿下了冠军。我叫柯天德，是柯震廷的爸爸。那我是2019年移民过来台湾啊。那么我儿子柯震廷现在在清华大学读书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本身也很热爱运动嘛，会带他去参加一些运动的项目。后来我发觉他好像对足球就非常有感觉，我就尝试的带他去参加香港足总在每个区做的一些足球的一些训练。那他就从大概5-6岁的时候呢，就参加这些区队的一个训练。我记得他代表这个车仪中大概小孩子都在8岁以下的一个比赛。那结果呢，他们一直胜利，一直赢。那震廷呢，差不多每一场他都有进球，所以那一年呢，我记得呢，他就拿了一个冠军回来。就是这个香港特区政府搞的一个足球比赛。现在香港的这个足总，它整个训练的一个体系呢，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就是说，香港有19区，它在19区下面呢，都有不同的一些训练班，每星期一次，提高你对足球的一个兴趣，从中选拔一些比较好的球员，推荐他去参加一些 U12 以上的比赛。那训练班里面又分成3个不同的组别，要看小孩子的年龄段。那基本上呢，你训练到12岁呢，你就不能够再参加这个一队的训练了。Over 这个12岁，你可能就要参加 U12、U13 不同的真正的一些比较高阶的一个比赛。我记得呢，阿婷超过了 12岁以上，其实他有参加一个 U15 的一个中西区啊，就是中环跟西环的一个足球队。但是呢，他觉得呢，在那边好像没有踢到一些什么成绩出来。他就在那个街场，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街场这个概念啊。街场呢，是他对他的球技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因为他可能6-7岁他就去街场踢，一直踢到他18岁过来台湾读书，他就一直在街场。这个街场呢，对他的帮助很大。大在哪里？因为他的场地很小，他就只有篮球场那么大，篮球场这么大就4个人对4个人。这个呢，对他一些踢足球的一些细腻一点的过人的技巧呢，我觉得那一段他的提高蛮大的。而且呢，他是跟一些大哥哥，都可能都是20-30岁啊，这些人在踢。然后这些人通过这样的一些比赛，也带他进入一些业余的一些足球的比赛，他也去参加了。那段时间我看他都在踢足球，少在读书。我也骂了他几句啊，不老是踢足球，因为你还升学嘛，对吗？你还升学嘛。所以我觉得，但是我是觉得看孩子，孩子你逼他是没用的，没关系，你就去吧，就去吧。也刚好运气很好，就让他考到了清华大学啊，那也考到了他很喜欢的 sports science。阿婷是一个对足球非常热爱，而且求胜欲非常强的一个球员。他刚刚来到踢足球的时候呢，他感觉跟队友之间那个合拍好像做得
不够，踢足球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11个人的事，要大家前中后去合作，才能够是一支很强大的一个队伍。那他就感觉到这一方面也比较差一点，就他比较苦恼的一件事，他好像带动不起来其他人的一个热情度。这我有跟他讲，我说不要埋怨队友，埋怨没用，你做好你自己，是不是？从你自己做好你自己，能够带动起一支球队，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。因为你讲有时候没用，你先做好你自己，你先自己去努力，去抢一个球，抢给你的队友看，一个他们认为不可能抢到的球，你抢到了，而且这个球是制胜的关键，我想会带动起来。香港是讲究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这样一个地区哦。那譬如踢足球，我就看到有些球队都在等球，球踢过来了，他不是迎上去，他在那里等，结果就被人家抢，这样不行了，你要主动去，不要在那边等，等了等他们机会都没有了，就是我觉得主动性不够，所以这个就是你对足球那个态度的问题。当然每一个父亲呢，对自己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期望，希望他将来能够找到一个谋生的一个工具。我有跟阿婷讲，就是说第一我们家庭还过得去，不需要你养家，这个是重点。那你可以毕业之后呢，做你喜欢做的事，包括你想做职业球员都可以，没问题。但是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收，比如说你去踢个5年，跟这些顶级的你去拼一下，你觉得还可以在这个球圈你去生存，你就继续踢下去，顶多转做教练也没问题，那就看他的造化。当然在兼顾这个踢足球的同时，你学业要跟得上，你要逼人毕业，不然你什么事都不能够做。那我想想没问题，就随你个人的这个兴趣去规划你的未来就好。我们其实我没有最大太大的要求，弟弟加油，做你喜欢做的事，无费精神，好好的把书念好，加油。有的我就想跟弟弟讲，加油，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无悔今生，就是这么多，俾心机读书。